由今日开始 ,TTC 巴士的乘客可以使用手机在 nextbus.com 上查询巴士到站的时间。另外，乘客还可以将他们所在的巴士站号码发送短信去到 898882, 然后就可以收到下一架巴士到站时间的回复短信。而每一部电话在12小时内最多可以发送10条查询短信。这个新的系统是利用 GPS 来跟踪搜寻巴士的位置，同时计算出巴士到达下一站的时间。据悉，多士总共有9300多个 TTC 巴士站，还有超过800个巴士站是位于大多伦多地区内的其他市镇。